这是最好的时代，也是更快的时代。暑假到来，气温持续飙升，凯擘大宽屏特别推出消暑专案。即日起，只要申办光纤上网指定专案，除了可以抽花莲五星级度假饭店住宿券外，还可以把市值5000元的美丽达小折免费带回家。只要用户申请凯擘大宽屏60Mbps宽屏上网呢，就有送小折。凯擘大宽屏呢，率先提供300Mbps的一个区域，所以欢迎呢学生呢踊跃来申办。此外，用户还能利用凯擘大宽屏数位机上盒的超级录影机功能，录下体育赛事，无论是 MLB 美国大联盟、日本职棒或是中华职棒，都能轻松回味精彩镜头。只要按下暂停键，等等到完垃圾回来，还可以继续看，就连遇到精彩的片段，想要倒转重播都不是问题哦。当然，凯擘大宽屏同样照顾老客户，只要七月底前完成续约，就能参加美丽达小折抽奖，申诉到200Mbps，立刻送台北普吉岛来回机票，种种优惠就是要陪大家开心放暑假。凯擘大台北数位新闻，游翔庭采访报道。